彰化县政府十二号举办彰化县国土空间发展策略研讨会，邀请产业、官方、学界、地方人士和关心环保议题的公民团体、妇女团体等等，大约有150人，针对彰化县重大空间发展的议题和整体国土空间提出宝贵的意见，希望符合大家所期待的结果。毕竟、我们彰化县也是一个工业很发达，尤其是中小企业聚集最多的地方，所以我们不仅在这个自然保育以及农业的保护，还有产业的发展其实都是很重要的，所以我们今天邀请产官学以及公民团体大家一起来这里召开这个研讨会资讯是公开的心态是开放的那政策是参与的所以我们邀请这些公民团体学界还有产业界大家一起来研讨，那我相信透过大家的集思广益可以让我们彰化县这个国土规划更能够符合现况以及各方的一个需求。彰化县政府为了要确保国土的安全，成立彰化县国土计划推动工作小组，也对1805年底起积极办理相关先期研究计划，针对县内各项重大空间发展议题进行初步研究分析，也办理地方座谈会和专家学者座谈会，认真听各界的意见，来研拟彰化县未来空间发展的策略，也要为未来发展国土计划稳定规划的基础。公益频道张华韵彰化采访报道，关怀电台台语配音。